在我全新一期的 podcast 请到了这两位朋友来聊大人们的世界如何打交道，他们也是初次见面的，握个手。Hello。哇，这就是真正大人的世界。This is what you should not do。如果想听 podcast 的话呢，可以到哪里去啊？你可以到 Millicent 还有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，搜寻一点都不困，让你一点都不困难。赶快去听。即刻上 Millicent 应用程序、Spotify、Apple Podcasts 或 Google Podcasts 收听完整版的《一点都不困》。